等着等着，等到了浦饭优助，保护的还不错，满满的这气泡子。之前已经出过了两只，分别是飞影跟战马，然后他们都是泡面盖系列。那这一次终于主角浦饭出现了，发色鳞丸的样子。火头雕算可以接受，不会太崩。优助帅帅的样子，前面的小刘海，五官做的还不差，头发。浪子头整个往后梳，好高校服的样子。哦，衣服做的算是还蛮有质感的，扣子的部分金色的地方也算不错看，整个把高校服的这种皱褶感有完完整整的这种呈现出来，然后用了一些点这种阴影的渐层在衣服跟裤子身上，连背后这边也有一些。手肘的地方，还有小腿、皮鞋的地方，哇，做的是呈现一个比较亮面的感觉，是发鳞丸的样子。皮带还有里面白色的，可能是汗衫。皮鞋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看的。舍得把它放在泡面上面当盖子吗？会不会过烫？因为我自己也没用过。整体评价五颗星，脸的肤色如果可以跟他手的肤色是一样的肤色的话，我相信绝对会更加好看，因为这一只的脸变得有一点点偏白的部分，但是以整体跟动作还有形态来说的话，其实是一只还不错的精品，加上他这个发色鳞丸的经典动作，最主要的他的衣服跟裤子部分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，甚至皮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Love and Peace， 拜拜。